Hello guys, welcome to Monster Chocido。 我们今天要来录沉淀已久的秘境生存。然后由于猫猫不知道跑去哪里，我们由这个白痴来代替这一只。啊，我来了。啊，你们怎么不解释一下为什么太久了吗？哦、因为时间有点久嘛，所以应该说我们太没有时。我们招来，你明明就是阿刚，你把地图完全沉淀了。没有，地图还在，没看到，现在都在这里。你跟我讲说什么？他没有不见，只是你没有把他挖出来，然后又在烦一些就是家务事啊等等之类的，就有点把他遗忘了。嗯，对，你们没有发现吗？我因为家务事，我出片出超慢的，我现在都用分段的方式在上传欸。哦，这是不懂。是好，是好，你跟我每天在一起，你跟我讲说是好，你不要给我装傻，你好，现在不是重点，我们重点就要继续迈向成就的列表，然后你再揍我就要拿，我就要拿鼓励炮炸。上次我上一集有提到，你先过来。我不要嘞。等下猫要进来。哎、欸，猫进来，耶、yeah, ！四人生存。猫 来，好。我苹果，你赶快过来。不是你，好过来，全部人都过来。好，去面包，快去。你说不是我，你猫表情好恶心哦。快点，面包，快去。开啦，你很烦，我一上线就打我啦，你是僵尸哦？你在打我笨掉你哦？变我笨蛋。变我笨蛋。可是你要讲什么啦？你要跑去哪里啦？快点 J 四一下，我来了，来，你可以 J 四。你把猫打下去，你要怎么叫他上来？他为什么要打我？好 ，J 四你要干嘛？快点来没？哦、oh, ，怎样嘛？哦、oh, ，好漂亮哦、喔！我喜欢那种地方。啊！停停停！你踩在一格而已，你摸下去，好可怕！我用泥土堵一下。为什么会有洞？这个地方都是洞。我记得这里附近有一扇门。真的吗？任意门吗？真的真的。可以开去哪里？之前被你们介绍就逃到这里来。好，到这里。哎、欸，你有阴森，这边、哦、这边有洞哎、欸，好危险哦！而且还有僵尸。哎、欸，我肚子饿了。地上有土。饿了就去自杀。烂东烂主意攻击啊！你不是要找下面门？你再给我锤树，我就没有树没烦嘞。猫、欸，你不要再打了，我真的很生气。走开！哎、欸，怎么是你？哎哎哎！哎、欸欸，快死了快死了！别这样。抱歉，我的良心开始发作了。好啦，重点是你的门在哪里？我找不到门。有人在上面。你们在干嘛？突击不对，突击嘞！不要玩啊！找门找门，我们跟着阿刚找门。这里有洞啦，跑一跑就跑到洞那里哦。哎、欸，这样很可怕，有点小心翼翼。这个洞，哦，有洞，毒，我是毒洞大队。这地图是整人的，这地图好不好危险啊？小心点。啊啊！糟糕，我不是故意的啊！阿刚这里，阿刚这里吗？这里。哎呦哎呦哎呦！在这里。要干嘛？很恐怖感覺。啊！重点不是这个，我东西喷光了，你们说怎么办？难。东西喷光，不是这里的，和这里也好。太高了，是成就吗？我东西喷光了，什么门啊？你们在哪里？哎、欸，我看到你们在搬那个生意的东西。为什么你们会在这里？狗狗那个洞，这是哪里？别乱敲泥土。干嘛？我就不知道怎么进来嘛。为什么会卡住？这个门是通往哪里啊？我拿了一块蛋糕。哎、欸，好怪的地方哦。我当掉了还是怎样？我卡住了。哎、欸，好了，我们赶快生存了。好，生存。赶快去挖一些东西，去前往下一个岛了。好，生存，挖东西，前往下一个岛。谁呀、啊？怎样？我有点蛋。我要先来砍树。上集一直闹，一直打我。所以这集要换你来打我们吗？鬼抓人。对啊，刚刚你有用重生点保护吗？没有，有我不知道。我不能破坏东西，大大你。因为你不是 OP 啊。想要 OP 吗？我被困住了，不可以。哎、欸，快晚上了，我只有五根木头。你认为五根木头可以怎样？我被困住了啦。不知道前一集是哪一个智障把我打到
把我的不是我玩，我前一集没拍啊。然后面包是今天来的。哎呀，快晚上了，我觉得好恶心啊！阿嘎大帅哥，你可以放我出去吗？走吧，再回。我不是给你了，你要给我？有啦，开你了，有讯息。哎、啊欸，来欣赏一下这美丽的曙光。阿嘎唱首歌来配个乐好不好？不要，我现在喉咙痛。耶！你可以唱一下《回忆过去》啊。我在看猫猫的地盘。现在很晚了，不要闹。好了，你以为会招来什么鬼魂吗？对。不是会驱魔？哎呀，应该是驱魔。猫你好过分了、啊。啊？我又说了什么？哎、欸，你有开怪物对不对？有啊。哦，很好。我很。问那为什么我演起来没有任何怪物？还没出现吧？我现在是想回去那个刚刚那个小洞洞，那座我们可爱做的那个房子，在哪里？我也不知道洞在哪里。洞在哪里？哦，这边的、啊，这么大一个，在你下面。我也在我啊。等一下，我严重怀疑阿嘎打错名字，我还是出不去啊。哎、欸，有三个猪肉，偷偷拿下来。我与猫猫在一个房间里面。阿嘎闯入，看见我跟猫在床上。阿嘎，你是不是打错名字啊？应该吧。有没有？有了啦。你好过分哦！你竟然忘记他名字。终于放我出去了。我没记错的话，这个下面好像是……哇、哦！这坑爹的峡谷啊！哎呦，我差点就要悲剧，危险危险！不要挖下面了，挖边边就好，危险死，危险太危险了。哎、欸，挖大煤炭了，挖大煤炭了。其实我东西就放这里，然后一个人在后面不要自杀。好，我不想自杀，谢谢。请不要故意害我，为了爱与正义，为了爱与和平，我还有平民百姓要养。为什么？哦，我觉得你们很烦呢。你好讨厌哦。一切都是小白的阴谋。你跟我们在一起那么久，你觉得我们哪一次不烦你？哦，吓死人了。那你哪次不害死我？对啊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挖到外面了。哎、欸，这个小房间快被你们快被猫挖到体无完肤了。我听到有人说我们是损友。我们本来就损友。对啊。对啊，猫啦，猫最损了，把我私人照泼在哪里去了？私人照。哈哈。他一跟我一而再再而三的保证他不会发出去。你的照片，你的照片非常性感。要是如果冒一个不小心泼错地方的妆，那就给他泼到粉丝团。哎、欸，要是如果阿嘎他把你的照片泼到粉丝团，如果他不小心泼到粉丝团，你会怎样？我会自杀。不要想太开啊！不是，不要想太窄。猫，你到底在干嘛？我的东西。猫 摔死在下面，东西喷在下面，它当然是要跳下去捡啊！猫你在干嘛？这两个木头就可以生存。两个木头你可以活多久？你要啃木皮哦！啃树当食物吃。啊，坏掉了！哦耶耶！加九十稿，我要做加九十稿。哦，超有效率的加九十稿。哎、欸，小白，干嘛？你看我。不要。你看我。我在看你。然后你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吗？哎、欸，对，我想知道。哦，好酷的游戏。开始。快快把表面包推下去！快，我还在录影，快。哇，下面。你们这两个陷害者。
哎、欸，为什么没有下去？有欸、我想挖、欸，有煤矿。哦，谢谢。你是把他打死？无意间找到煤矿了。哎、欸，有没有水桶啊？我们要不要下去看一下里面下面什么东西？你先下去。有水有水，我要挖到有水的地方，然后没有没有没有，先杀羊吧，先坐床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每次都度过夜晚。好，你哪里剩那么多羊给你？给你杀？我也不知道，对嘛？去外面找，分批吧。我决定我要先下去看，因为这边有水了，可以。我三批，三批，三批哦，三批不给牛批，为什么要三批？有没有来个加九火把？面包，你真的找死！奇怪，直接打谁了？哎、欸，这是有库工啊，好可怕、啊！又不是我害你死的，你敢说不是你？不是，是不是库工闯进来了？猫是第一个动手的，好不好？你还不是有动手？哦。白目啊！我一直被围殴。阿哥，阿哥 ，Are you okay? Are you alright? 没事哎，有水流。我已经扑到水流这个地方来了、啊。安、啊、安、啊，你偏偏一直给它往下掉。不是，更下面有又有水流，所以我没事。哦 ，so good。你今天你这次踩过死片段，这太精彩了。没有拍到，你要不要再试演一次？不要。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箭在发射？下面很多只哦。很多、哦。跟你搞五批开 party 嘞、欸，五、哦、阿嘎，这需要，我觉得这段我觉得想剪掉，你要剪掉我的、啊，因为我们的影片是十八，不是十八禁的，是十八禁的，这个话语太专业，不是一般人能够听得懂。面包，你不用回来了。哎、欸，你水嘞？水嘞？水嘞？哎、欸，猫，不要把那个水堵掉，很重要。他已经不见了。哎、欸，我东西在下面呐、啊！猫，你在做什么？那是我唯一可以下去的水流，你居然把都不见了！这样，把那个打掉了，把水流不见了。我库里帕，这边破洞了，破洞了！警告，库里帕，库里帕前行，晋级了！库里帕晋级了！闯进来了！哎、欸，我挖到，我挖到了，挖到什么？你们那个进、那個、去那个原本我们那个小洞就可以下去。小洞？对对对，这里这里这里，往下走，然后这边有阶梯。阶梯？何谓阶梯？千万要小心，走歪了就会死。走歪了就会死。呜呼呼啊！哪个半截梯都那么怪啊！我觉得我要用我自己最聪明的方法往前走。相信我啊，这可以走下去，真的。只不过要小心，对。我要建立一个安全步道。阿刚，你身上是有煤炭那个吗？这干嘛、啊？这是哪里啊？我好像挖到一个不该挖的地方。哎、欸，我刚刚看到的水流是看假的吗？哇，好远！哦，你们怎么全都在下面啊？还不是有人把我打下去，我装备都在那。真是啊！哪边？你们说哪边可以直接下去？哦，你们确定下去不会死吗？阿刚，你身上是煤炭那个吗？什么东西？你身上是有煤炭那个吗？对，没很多东西啊，烦死了。我刚刚吸到所有东西了，然后我显示我被猫打死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那又不是我害的没？阿嘎，你跳出去了。被你看到了。算了，我要从头来过，不要再打人了，一直打人。我怎么下去？你们都下去，我没有下去。走这里。走哪里？中间会有怪。欸？这种鬼地方，你们是什么时候弄出来的？不要问我，快跟火把，拜托你。我有火把，我有火把，我有火把。我刚刚就顺着那条路往上挖，然后就挖到这里啊。我在看能不能铺一条路下去。猫，你是不是捡到阿嘎东西了？这里可以下来，不下来。什么？跳回来。
我现在在一个无助的面包，面包。我亲眼看到面包会炸掉、欸。我也是。那你们睡着吗？你在放屁呀、啊？哪是屁呀、啊？有没有那种手机的声音？有点声音很像那种你在刮胡子那个声音啊？那你为什么要模仿？你觉得自己成熟了吗？你不觉得很屌吗？我觉得你疯子。哎、欸，僵尸拿树苗干嘛？种树？他先跟我告白。没有种僵尸。哎、欸，他在跟我告白，他拿树就像男生拿花告白一样。僵尸说：“我好爱你。”那你就下去迎接他告白吧。杀、啊、死你这男朋友！滚、啊！我把他杀掉了。我想问一件事，就是我们现在只有一根火把、哦。是的，然后我快死了。哎、啊、哎、欸，慢点慢点，就等慢点。谢谢你，我不要石头。啊！我的戏，悲剧。这张东西好多、哦。我们家的洞洞在哪里？哎 ，Let me say goodbye。你在干嘛？哈哈哈！我在有洞。他脑袋撞地。一二。